大家好，我是吴家耀。好啦，而家就快新年快乐啦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啦，同埋圣诞快乐啦。跟住祝大家有好多利是啦。如果利是呢就讲几句就有㗎啦，就好似钱喺飞嚟我呢啲手上咁样。我问大家一件事啊，你哋会唔会储钱嘅呢？将啲钱储落个自己嗰个箱嗰度，我都有㗎，当唔就唔攞出嚟啦，嘥时间。好，第二个问题係咁你哋喺10月31日，即係琴日再琴日，即係前日。前日呢我有影，我有啲嘢睇到11点先瞓，因為有個12点嗰個2021年嗰個。就是那個2021最美的跨年晚會咯，那個呢你們有沒有看到12点呢？它是播到半夜3点半的。好啦，今天就祝聖誕快樂和新年快樂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